觉得我是谁？好丑哦！亮西 boy， 凯凯。哎，别别别！哎，凯凯。停车场暗黑交易。很一人八百，看起来很酷炫。我像是盘子的各位，好可爱哦，跟你一样高，差不多了。那个食物就拿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是自助餐的概念，要不要买一些吃的呢？对，要要要。我整车都是液体。真的。太开心了，飙飙飙，看来要超了，快一万了，破万了了，破万了。破万了，破万了，真要破万了，耶！哎，卡掉，卡掉，卡掉。到露营的地方啦，这是喇叭的部分吗？你上次那颗大口的是？上次是十二寸，这次更大颗。厉害吗 ？Holy shit！这个是几公斤的部分？四十，超大喇叭，哇塞，这里超大，天气其实颇棒哎，对，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很多。这女生应该有问，那是什么东东？是在吐什么？可爱吧？刚好上来就看到火烧鱼，烧爆有吗？嗨，my name is 台湾。你为什么不说你是 Veronica？ 学，现在先学习你啊！不想学我。不是，我们等下要来比对一下。嗨，my name is Veronica。你喝了几瓶酒？两瓶，一瓶吧。听说你会跳 locking 哎，你要不要来一段？不是谁跟你讲的？不是谁跟你讲的？我会跳 locking， 但是多久以前的事。就是手在点晃，早上九点出来走走，大部分的人都还没起床，我们就来看看风景啊。所以你早上七点有起来看日出是不是？一天晃晃好几次。那你早上没有拍？我们没有啊。这里有超大超大的鲤鱼，它看起来很开心。烟雾弥漫。这是大脑，真的。哎，你要把它用精灵。真的很强的。问我说，跟我说没有早餐喽，然后我还跟志超说，那我们等一下要起来煮早餐了，因为已经没有早餐了。什么鬼？就是这被他骗了，好强。那你还吃？哦，这俊彦煮了吗？应该吧。是的，没错。只是有点甜啊，这个。One。哦，好累啊！哎，怎么没音乐感？不要喝，量吃三合一啊！哎，只剩下这个，只剩下这个一点。这什么口味？草莓口味。这是早餐吗？Pokey 早餐。哎，有吃到早餐吗？有啊。你
你也有知道。露营完了，要回家了，回去了。Yeah. 然后我觉得今天就是这一次来旅行是真的很放松，是因为上一次我们预约的时间是刚好下大雨，然后这一次的话是一个好天气，也不会很热，觉得很开心。好的，天气好，很赞。对。